掌声欢迎。假如各位爱好好健康的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午安。年龄难年富贵的，能各位的教育厅的副厅长，啊，甲我同年，伊过来遮甲咱斗阵，就是参与心灵讲座。我今日必须来甲各位好朋友报告，因为咱自从开始自家拥有心灵讲座以来，大家都是非常的欢喜。但是，拜五，顶礼拜拜五，有一个老会中的大弟子志玲，阿去太子殿。啊！看到我甲讲，三太子的本人就是伫太子殿，啊，佫甲讲，啊，我就是三太子，啊，我就甲问讲，啊，你哪知？伊讲三太子甲讲，讲啊，三太子咧讲你听我，啊，你也看我，啊，又佫讲咩呢？伊讲三太子甲讲。讲咱伫遮伫咧举行心灵讲座，开头的三信徒弟准时点半就来遮拜班，要听咱遮伫咧说法，伫咧度化。讲咱这个非常的有意义，咱伫遮伊是非常的准时啊，点半就伫遮。啊，咱这个心灵讲座经过七八个这个期间，讲甲咱这个基，这个山头所有的旧桥林，拢规支山，拢甲伊清扫，该刷去归位的，拢刷去归位。讲咱安尼有参与这心灵讲座，拢是功德无量。所以咧，三信徒弟真欢喜。所以属于三信徒弟，我甲你报告，后礼拜，阮是要去文景农场。后礼拜，伫遮互阮请假一下，就无伫遮伫个心灵讲座。过过一礼拜就过有，请后礼拜恁唔免来嘿。同时，今仔日还搁较难能可贵，今仔日。咱来后腰地金庙的代表，腰保生在地的代表，后功德尊王的代表，后太子殿的代表，这几位确实拢无代表，伊迄间迄个主持要来甲咱开示，更加难能可贵。今仔日咱来张朴书因阿阿婆。阿来咧，甲咱斗阵伫咧欢喜，所以我即马要先甲听咱即个蔡校长先甲咱启动，请。